我唔对，我甲社会做一个同台的示范，希望张志明早日康复。我失去理智，给社会带来这么不好的示范，我很后悔。希望张志明早日康复。我伊甲开六张，我甲理论，伊搁甲翕一张啊，我都挡袂牢。啊，你从哪倒？啊，我做租房啊，我都无法倒啊，都困在车顶，都无头路啊，都伫车顶啊。所以我失去理智的，我嘛是做无胆啦，我唔敢咧做。所以看到别人就可以乱砍吗？我就，然后我就忽然间就脑袋空白了，冲击。所以你看到别人就可以乱砍吗？不是啊，我错。你可以乱砍人家吗？对，我错了啦，我失去理智。我知影我唔对啊，我做些这么多，唔对，我家己足艰苦。那你会想要去看远景吗？远景现在在。我很想马上去看他，但是我不晓得他在哪里。我希望他家里的人弄。我想现在去看他，我都不晓得现在他在哪里。我也很担心他万一怎么样的话，我良心不安，因为。也没有很多钱，但是我就是失去理智，因为我这个月被开了二十几张了，连续开六张我就受不了。而且我跟他说，警察，我跟你申诉，为什么一次要开六张？然后他就在那边给我讲说，哦，你又没带安全带，然后又要给我照相，他一照我就牙光啊，就失去了动力。不住哦，休克哦！